三少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该走了，耽搁太久，太太会骂人的。不行，才刚来。 没说几句话，我不让你走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有没有第三个人看见我们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哎，女大不中留，我就知道你的心早就不在我们公馆里头了。 明天我就去跟太太说，早点把你嫁出去，让你跟五房的喜儿一样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哎，啊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怎么当真了呢？你想，我怎么舍得把你送出去呢？哪个晓得是真是假？你们这些做老爷、少爷的。 都是反复无常的，不高兴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我知道自己是下人，难免有一天会走上喜儿的路。只是为什么来得这么早？我刚刚都说了，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还想不开呢？可是如果太太有这个意思呢？我不会答应的。 我要让太太照我的意思去做，我是要娶你的。不，三少爷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做。如果太太知道了，那一切都完了。我没有这样的命，你会害死我的。你瞧你，满脸都是泪。你们女人呢，就是爱流眼泪。林凤，我们还年轻，等将来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去跟太太讲。 你要相信我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三少爷，您有这份心，我已经从心底感激您了。就算以后做不到，我也绝对不会怪您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我不会骗你的，我是真心的。我当然知道您是真心的，我在心里也是把您当成救星看的。 可您不知道，我在暗地里常常偷偷喊您的名字。可是，在人前，我是喊不出来的。我是个丫头，没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我只求着，不要把我送出这公馆去，就让我一辈子守在您身边，照顾您，伺候您。 这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明峰，三少爷，您不知道，我看到您有多高兴，我是多么的尊敬您。有的时候，我又觉得，您好像就是天上的月亮，手。 是挨不到的，可我就这样远远的看着您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明峰，你这小小的人，心里哪装得下那么多的忧愁啊？我不会让你永远做丫鬟的，这么做就是欺负你。 答应你，我一定要娶你，三少爷。
像是天上的月亮，我的手是挨不到的，可是只要能让我远远地望着你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哎，三弟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天井里很冷的。月色好美，不舍得睡。好月光，哎，你看，真是月如霜啊，真美，真纯洁。你喜欢他吗？你爱他吗？当然，我也是。你说谁啊？你说谁啊？哦，你是说秦表姐啊？是，我爱她，我想她也是爱我的，只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三弟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你对她表白了吗？你跟她说你爱她了吗？没有，我怕我说了会吓着她。你应该勇敢一些，怕什么？也许秦表姐希望你这么跟她说呢。我也喜欢秦表姐，她就像我亲姐姐一样，不过我更愿意她做我嫂嫂。谢谢你，你真是我的好弟弟。你不会笑话我吧？我当然不会笑话你，我还会真心祝福你们的。什么声音？是大哥在吹箫，这几个晚上我都听到。大哥已经好一阵子没这样了，他又有什么心事吗？哎，三弟，难道和梅表姐有关？梅表姐离开省城已经好多年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应该是跟梅表姐有关。大哥这几个晚上都在吹这种凄凉的调子，你想除了爱还能有什么呀？大哥有了海儿还是忘不了梅表姐。这几个晚上我也睡不好，就是因为听到这个箫声。大哥的箫声好像带给我警告，甚至让我不寒而栗。二哥，你是指你和秦表姐吗？嗯，我们现在的情况就跟当年大哥和梅表姐的差不多。我将来会不会走上大哥的路子，我不敢想。万一我真的步上大哥的后尘，我恐怕不会像他那样，因为我知道我会撑不下去的。二哥，放心吧，你不会走上大哥这条路的，因为你不是大哥，秦表姐也不是梅表姐。可爷爷还是爷爷，叔叔婶婶还是他们，不会变的。时代在变呢，只要你们坚持到底，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你们的。真的吗？相信我。久了真有点冷，回去吧。好。你又出去啊？啊，去哪儿啊？我去找秦妹。哎，你带我一起去吧。爷爷的话你又忘了。
老三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，老三，我问你话呢。我在屋里待久了，出来透透气。老三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哦。在家也待了些日子了，都反省了些什么啊？为人处事都有哪些领悟啊？我都在看书。看书？看什么书啊？看和课堂有关的参考资料。嗯，我这儿也有一本，给你拿。你啊，给我仔仔细细多读几遍，读完了我要好好考考你。那爷我回屋去了。君要臣死，不死不忠；父要子亡，不亡不孝。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什么玩意儿？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，像这样活下去简直是在浪费生命，浪费青春。我不能就这样屈服了，我一定要反抗，反抗旧制度，反抗祖父的命令，我要走出去。咱们都麻利点啊，把那菜拿过来，快点，好了告诉一声啊。来，大家都抓紧点儿。终于机会来了，除夕的前一天是高家规定吃年饭的日子，府里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，祖父照例去老友家串门子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这个闲人，于是我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。哎，这本书我要呀！哎，看好了再来啊！我买了几本新杂志，还买了一本翻译小说《前夜》。我希望我的出现会带给大哥一个惊喜。二哥，建元，学会。大哥，三弟，你从家里出来了？是啊。哎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再待下去啊，我都快发疯了。你这出来，爷爷知道吗？知道怎么样？我也不怕他。没事儿，爷爷这么多事儿，我想他早就忘了。大哥，我对你真失望。我以为我的出现会给你带来一个惊喜，没想到你只有吃惊，没有欣喜。欣喜？我不骂你一顿，就是对你最大的包容了。胡梗，真是的。我是不想连累你，才忍受这种不公平待遇。我还以为你会同情我呢。好了好了，别烦大哥了。这儿是办公室，现在还是上班时间呢。哎，建宇。爱情是个伟大的字，这写的多伟大的感觉，特别是这句。但是你所说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？什么样的爱情都可以。我告诉你，照我的意思看来，所有的爱情都是一样的。若是你爱恋，一心去爱恋吧。爱情的热望，幸福的热望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了。我们是青年，不是鸡人，不是愚人，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。宇宙唤醒我们爱情的需要，可是又不尽力使爱情满足。宇宙里有生有死，爱情里也有生有死。
这样的社会才有这样的人生，这种生活简直是在浪费青春，浪费生命，真该被诅咒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你们呢，真该被诅咒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咒我们？我们跟你一样，也是在这个大家庭里讨生活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们总是忍受，一点都不反抗。你们究竟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啊？嘴里说反抗旧家庭，行动上却拥护旧家庭。你们的思想是新的，行为却是旧的。你们胆子小，你们就是胆小鬼。三弟，你冷静点，你这么吵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任何事情都得慢慢来，更何况你一个人又能干什么呢？再说了，你要是有本事啊，这些话你跟爷爷说去。说就说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慢点。爷爷好像来了。爷爷，快，大少爷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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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怎么来了？你们都在啊？都几点了？早点回去吧，今天是团年，早点回家啊。爷爷，要不你先坐会儿。不了，明轩，我要去买点东西，你跟我去看看。哎，我先穿个衣服。嗯，记着早点回去。嗯，知道了。好了，爷爷您慢点。爷爷走好啊。嗯，爷爷走好。怎么样，我都说爷爷不记得了，上当了。早知道我早几天就出来了。哎，上当了吧。爷爷发脾气啊，也就那么几天，事情一过他就什么都忘了，他哪还记得我在屋里关了那么多天啊。哼。不管外面的世道是不是太平，也不管乡下的田地是不是闹灾，高家的年饭一定要丰盛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没有人敢违背。来，这个晚上长辈们开怀畅饮，小辈们闹得尽兴，大伙儿吃饱喝足，爷爷也在儿孙们的祝愿声中得到最大的欣慰。团年的大戏在大伙的酒醉饭饱中落幕。哎，二哥慢点，来来来来，快躺下。今天躺下。今天你喝太多。谁让你非在秦表姐面前表现了？看你下次啊，还敢不敢逞能了？喝多了。喝多了。哎，二哥，去不去看放花炮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了。你不去，我去了啊。我不去。三少爷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好，三少爷，过年好。哎，这儿冷，去找个暖和的地方吧。你看你，都冻得打哆嗦了。来，起来，快去吧，啊！哎，你们，你们，哎呀，走，快走，走。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吗？
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改变那个孩子的命运，就可以使他一辈子不再挨饿受冻？你这个伪善的人道主义者。明轩，让你少喝几杯就是不听。来，我帮你擦擦。瞧你喝成这样。好了，好好睡吧。美，美，美。什么美啊？美。没什么。大年初一，公馆里面所有的人都换上新衣服，齐聚在堂屋里敬天拜祖，祈求高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吉祥。仪式结束之后，祖父满面笑容地接受儿孙们的叩头请安，接着是平辈之间的互拜，彼此说些吉庆的祝语，最后则是仆人们向主子的贺拜。一如往年的明凤在我的期待下出现在我面前。三少爷，新年吉祥。啊，新年吉祥。你今天真好看，真的。好，少爷，吃饭了。啊，哎呀，少爷，好。搞什么鬼呀？小光，去你姐姐屋里看看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到底还吃不吃饭了？我不去，不许再吃了。陈妈，你真的没记错？没记错，太太给我的赏钱我一直都藏在枕头下面。还有谁知道这事儿？这陈妈，你别怕，我为你做主。前两天我数钱的时候，小少爷闯了进来。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，走，找太太说去。别，大过年的别惹太太不高兴。陈妈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跟太太说了，是为小光好，也是为咱们钱家好，明白吗？算了，太太不会相信的。我有办法让她相信。大小姐又怎么了？吃顿饭还那么三催四请的。好了好了，坐下吃饭吧。哎，这又怎么了？问她自己吧。不就是几本故事书吗？有什么呀？好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书啊？我要你管。那你告诉我，陈妈藏在枕头底下的钱都去哪儿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谁让他不保管好的，丢了活该。小光，你做错事情你还理直气壮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陈妈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太太，您给我过年的赏钱我一直藏在枕头下面，等孩子他爹上省城来好让他带回去，可我刚刚一看钱全都不见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听见了没有？那是陈妈辛辛苦苦养家糊口的血汗钱，你怎么就忍心偷呢？什么偷啊偷啊的，多难听啊。小光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哪来的钱买这故事书啊？这我哪有钱买啊？我是管同学借的，你要是不信，明天我就找同学来作证。看，听见了吧？陈妈，是不是你自己搞错了？回头你再仔细找找。陈妈都已经找了三遍了，错不了，明明就是有人拿了。嘿，怎么，你非得把你弟弟说成是小偷？还是你看见他偷了？真是的，无凭无据，乱栽赃。妈，你这么宠小光会把他宠坏的，你这样不是爱他，会害了他，将来他不会感激你的。我不用你来教训我，管好你自己吧。
我怎么了？哟，我想起来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记错了。太太，大小姐，你们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啊！真是越老越糊涂了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得搞得乌烟瘴气的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和赵家闹翻，把你从那儿接回来。干嘛去？又不吃饭了？有委屈啊，去宜宾找赵家去啊！成天哭丧个脸，真是让人看了就心烦。爸，您放心，以后不会有人再让您丢脸，再让钱家蒙羞了。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妈，以后别打牌打那么久了。这大过年的，大家不就图个高兴吗？哎，你奶奶叫人传话说年初二要回来，我们就不回舅舅家了。那怎么成啊？我和二表哥他们都说好了。哎，你奶奶不会住太久的，顶多就三五天。这样吧，等你奶奶一走了，我们就去舅舅家，这一趟呢多住上几天。那还差不多。高兴了吧？谁让咱们家那么清静呢？我要像二表哥那样有那么多兄弟姐妹，我也哪儿都不去。谁不喜欢待在自己家呀？你这是什么歪理呀？你呀，都是被这新式的学堂给教坏了。嗯，一定是来拜年的，叫李嫂开门去。我去吧。梅姐，怎么是你呀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有一阵子了。快走，快进屋。妈，啊，这么说，你们不是专程回来过年的？怎么回事啊？回来也不通知一声，太不够意思了。家里有些事儿，所以。你妈身体好吗？她钱姨妈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梅姐，有什么事你说出来，我们可以帮你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过新年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来说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别再教他了，到时他现学现卖，咱这房啊又要落人口实了。不会的，孩儿那么可爱，老太爷只有一个曾孙，哪个会不喜欢呀？越是这样就越不能张扬，倒是惹来一身腥啊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大少奶奶和大少爷就是厚道，好人啊一定会有好报的。嗯，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明凤，你来看看我做的这件棉袄。啊，呀，这棉袄做的可真好，大少爷肯定会喜欢。你怎么知道这棉袄是给大少爷做的？这还用说吗？这府里哪个人能让大少奶奶亲手为他缝制衣裳啊？大少奶奶，您手艺这么好，怎么以前从来没见您露过呢？前两年孩儿还小，抽不出空来，现在得空了，就做点针线活打发时间。大少爷要是穿上这件衣服，心里别提有多欢喜呢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叫穿在身上，暖在心里，对吧，大少奶奶？死丫头，开起我的玩笑了。明凤不敢，明凤是真的从心里替大少奶奶开心。看着大少奶奶跟大少爷恩恩爱爱的样子，不知道羡慕死府里多少人呢。哎，对了。
那天我听见太太跟大少爷说，明轩啊，什么时候给海儿添个弟弟妹妹？你这丫头越说越疯了。不是我说的，是太太这么说的。哎呀，你海儿，海儿，你看你，你看看你，舍不得，把你爹的书全弄脏了，快带他去洗脸。哎呀，这里我来收拾。弄的，你看你的脸。死了丈夫，又不容于夫家，我妈只好把赵家的婚离了，我们全家又回到了省城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也不愿意。本来赵家希望我去冲喜，可是我不是大夫，我救不了我的丈夫，守寡我也认了。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把我说成扫把精、倒霉鬼。可怜的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这都是让封建社会的旧观念给害的。我真想不明白，怎么钱姨妈当初也不问清楚就把梅姐给嫁出去了呢？梅姑娘已经够难受的了，你还火上浇油的。梅姑娘，有苦不要一个人往肚子里吞，别忘了你还有我们这些亲戚呢。是啊，别的不说，最起码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，打打气。你应该早让我知道的。我妈觉得没面子，不想让你们这些亲戚朋友知道，所以……你妈怎么这样呢？死了丈夫又不是你的错，再说了，这门亲事当初也是他替你做的主，怎么到头来全都是你的不是了？琴儿，本来就是嘛。你爹走得早，你妈拉扯你和小光长大也不容易，同样是做妈的，我能体谅她的心情。她有她的难处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可是钱姨妈一见到梅姐就觉得丢脸，这日子让人怎么过呀？哎呀，大少爷，姑妈，你来了。姑妈，高家大少爷来拜年了。姑妈，秦妹，我出去看看去啊。姑妈，姑妈，哎，给您拜年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啊！谢谢，你也一样啊，大家恭喜。来坐。哎，哎，秦妹呢？他，大表哥，哎，初二的时候跟姑妈一块过来玩吧。可是初二我奶奶要回来。哦，哎呀，这你们要不来，还少了副牌搭子，而且气氛也热闹不起来呀。好吧，好吧，只要有时间，我们一定过去啊。大少爷，请用茶，来喝茶。茶我就不用了，我得走了，还有好几家赶着去呢。那姑妈就不留你了啊。好，那姑妈，秦妹，我先走了啊。大表哥，慢走啊。别送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啊，慢走啊。真的别送了，回去吧。大表哥，走好啊。啊，自己来玩啊。新年快乐啊，回去吧。快乐啊，再见。再见啊。急的呀，幸亏大表哥没留下来喝茶，要不然就尴尬了。对呀，姑妈，其实我们已经见过面了。啊，味道还好吧？
好吃吗？姑妈做饭还是那么好吃，谢谢。这有什么呀？不过就是一碗家常面嘛，你大概是饿坏了。梅姐，我妈已经答应了，你就安心住下来吧。嗯，反正寒假还有段日子呢。是啊，我可以跟你作伴。只怕太打搅你们了。没事的，你没看见秦见了你多高兴啊？他老嫌家里冷清，你来了就热闹多了。可是，没事的，你妈那里呢？待会儿我让张生先去捎个信儿，明天呢，我再登门拜访，好好劝劝他。妈，钱姨妈就怕家丑外扬，你这一去，梅姐岂不是又倒霉了？你这孩子，怎么老喜欢煽风点火的？母女哪有隔夜仇的？真是的。没事的，包在我身上。谢谢姑妈。太好了，我们又可以像以前一样，躲在被子里说悄悄话，聊天聊到天亮了。姑妈，新年好！没表姐，怎么你们都不认识了？认得，认得。二表弟、三表弟，好多年都没见了，你们还好吗？我们都好，梅姐，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。你们干嘛站着呀？坐，坐下来聊。哎，是啊，几年不见，怎么都瘦成这样了？真是的，快坐。分别几年，你们一定有好多话聊。这样吧，我喊李嫂给你们沏壶好茶，让你们慢慢的聊啊。谢姑妈，谢姑妈。说话呀，我听说姨父去世了，姨妈还好吗？她很好，谢谢关心。那表弟表妹们都还好吗？他们都挺好的，二妹和三妹还经常提起你呢。只怕以后我和你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。怎么会呢？以后机会多的是啊，不是吗？啊，二表弟、三表弟，说说学堂的事儿吧，好好让人高兴一点。梅表姐，你坐了半天，怎么没见姨妈和小光啊？哎，对，姨妈和小光呢？梅姐，你跟大表哥已经见过面了，没什么好瞒的。这，晴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二表哥和三表弟也都不是外人。这个女人究竟是谁？明轩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藏起来？脚步踏前
相思。